草屯敦和里集会所今仔日举行结拜启用典礼，一早起乡亲都用欢喜入厝的心情，将这集会所是布置甲喜气洋洋。对此，当地居民表示，将来会当有一个家己的集会所，日后就免阁向别人来借场地了。不管是要做归休闲娱乐使用，也是社区关怀祭典，拢非常的方便。吉庆精神，祝上好。在林明正馆长带领之下，大家以欢喜入厝的心情，做伙来庆祝敦和里集会所，嘛兼做活动中心的热心启用。如今有了家己的集会所，和里面有一个联络感情的新处，嘛和本来较无使用的空间来得到充分的利用。几个水泄不通，还要站在外面。对，现在很大很大，很高兴。对。啊，这个所在，当讲啊，过来设一个关怀祭典。啊，予咱屯河里遮老大人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平时啊，啊，一至星期五啊，拢会当来遮甲因教一挂活动，啊，咱予伊会当啊响应推动哦，诶，快乐的厨房啊，集中用餐。草屯镇屯河里有将近8000人伫遮生活，长久以来欠缺一会所，和地方真无方便。为了予里面一个属于家己，会使进行多元用途的场地，因所谓都市计划变更。甲争取兴建的经费，透过着真侪人努力来完成。外口嘛真宽的空间，啊，除了停车，啊，嘛用办活动，所以呢嘛欢迎哦，咱啊，这个敦和里啊周边啊，咱这民众拢用来遮啊来使用。啊，拢有答应讲，希望伫日期的工程二楼，啊，因拢会使搁斗三工，啊，希望会使建设一个搁较完整、啊搁较好的一个场所，来提供予咱所有的里面来使用。透过接拜仪式，宣布集会所正式启用。林正馆长等人做伙行入去参观，场面真欢乐。所规划集会所大约100多平，兴建的经费超过1000万，包括外口的广场嘛真宽，拢希望里面会使好好利用甲维护，发挥着集会所使用的效益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